开灯。我们应该要去到那个里边去。反向的一个环境，对吗？这有字啊，富贵功名各有期，龙虎相逢鸡犬。会不会跟上面那个石碑的图案有关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鬼？没完了！都要进去吗？这都是什么？咱们到底做的对还是不对啊？我们踩着不对吗？还有。